你好，你是丁宪吗？有事吗？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帮我把这个交给周思月，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，到时候请你吃饭。谢了。你傻呀？你直接拒绝不就好了吗？还吐周思月，哈，真够直接的。人家周思月认识他吗？去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你直接撕了不就好了吗？你怎么能撕别人的信啊？这有什么能不能的？哎，你不敢撕，我帮你撕。哎，你这干嘛呀，孔沙迪？什么我干嘛？你凶我干什么？你怎么能撕了人家的信啊？你这样我怎么跟周思月交代？你还想跟他交代啊？你不说我不说他会知道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好。再说了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尤可可啊，咱们学校出了名的风云人物，永远都只跟男生玩。而且你把这个信给了周思月，周思月身边多一个女生你不在意啊？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儿。行，我阻止你犯傻，你还说我，迪姐，你真的好没良心啊！不管我犯不犯傻，那撕毁别人信件就是不道德的行为。不道德？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还看不出来啊？我明明做了你心里面最想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还不承认？回家，回家。嗯。回家。走了。你不等他们吗？要等你自己等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他怎么了？干嘛？周思月，以后我们还是分开走吧。怎么了？是做个值日就生气了？我怕别人觉得我们走得近，影响不好。好。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还看不出来啊？我明明做了你心里面最想做的事情，还不承认？我有不承认吗？我只是觉得，为什么出现在他身边的人都比我优秀啊？真的好难吃啊！哼，我说啥来着？我说你不知道它好不好吃，你就少买点，浪费钱包。那我也要买来试了才知道它好不好吃啊！我不试怎么知道呢？歪理！哎，小怪兽，你吃早饭了吗？你来评评理，你说这个东西好吃还是不好吃？还给我！你俩咋了？Thank you.
哟，这啥？这是？给我看一眼，哇，可以啊！哎，这才过了多久就有临时好？我看一眼。别弄，有问题。以前这种东西你可是看一眼就扔，这一次遮遮掩掩干嘛？是出汗。你让我在周四的抽屉里看见什么？你跟我说干嘛？你不是跟丁宪关系好吗？你跟他说啊。你们今天是都吃错药了吧？吃饭去吧。好呀，听说今天二食堂有红烧肉，那咱俩赶紧的，别一会儿没有了。好啊，走啊。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嗯，没事儿，我跟他吵过很多次架，我了解他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等他自己气消了就会回来找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嗯，谢谢你啊。少爷，吃饭去，去不去？你们去吧，我笔记还没写完。